布会博物馆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全纽约最厉害的博物馆。可能我是不是是不是芝加哥也有一个？我记得是那个宾州没有。Philadelphia 我知道 Philadelphia 是有的。Philadelphia 那个也很厉害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厉害。DC 有一个艺术部历史博物馆。哦。它那边也有很多这种展。对，我觉得 DC 和纽约应该就是全国前几。对对。DC 那边也是。埃及嘛。这个是埃及的馆。我还是很想看看。对，我觉得这一代的它整个建筑的风格非常具有艺术。对，就是古代壁画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这一代的建筑风格很有艺术感。Oh my god， 这边很好看，这个建筑很有风格的样子。Impressive, pretty impressive. 很好看啊。这是什么？印象派大师吗？这个算是。这是什么画？印度。这是属于现代化。现代化。Wow, oh my god, it's good.